哎呀，好烦哦，每次都会放近一点，抱好叠两次，跟着没关系啊。我要吹露西娜不是那问题，问题是我已经我们开上二技的那瞬间就知道要死了，因为下一关有突袭。我们打完刚才那关打完之后，他会直接到下一关嘛？下一关回复力归零，啊不，下一关的话直接突击你，你血量剩一滴直接爆炸。刚刚其实还有一点希望吗？刚刚其实可以把那个绿谷的一技能二技能挤掉，但看起来就有点蠢，算了，直接重打比较快。没事，打很快啊。空转也不行啊，因为你空转完之后，你血量剩一滴嘛，然后你又没有带水屋，你回复颠倒，他也没办法回血，一样得死啊。所以刚才那个二技能开下去，无论是你走哪条路，就是得死，240%，没有其他可能。你龙科也不能回满血啊，所以刚才那边就死了，不要开错。别打死他就好啦，不是打不打死的问题啊。你不打死他，他打你啊。你不打死他，你的血量也剩一滴啊，你没办法回血啊。你怎样都得死啊，是吧？那还有什么方法？没了吧？哦，干，怎么突出去？别人打死就被打死，其实不会被打死，而是会被回复颠倒给弄死。因为你刚才技能开了，你是有更新的，你是不会被打死的。但你回复颠倒，你一定得死，晚一会儿死而已啊。带傲笑红尘，对啊，所以解决方法你也可以带傲笑红尘，但是我们没带啊。但是我们打快点，直接回到、光是回到刚才那一关就好了。有巫术版面在开龙科啊，好，先把它排好。好，撸一下。所以刚才那边开二技能就一定得死，你走哪一条路都是死。直接，别浪费时间退出塔吧。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同性恋？探索一下吧之类的。其实我觉得怎么讲，大部分的人类不是都没有那么绝对的啦，都在中间吧。只是因为迫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啊，或者是社会要求还是什么的。你就被迫只能那个政治正确啊，还是这样的，大部分应该在中间吧，我想就是都行吧，我猜。但我觉得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就好了，都行。人生只有一次嘛，都活那么不开心，有点痛苦啊。性别光谱那什么东西，所以是有科学的方法可以验证你是哪个啊、哦？是吧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哦，带方形龙科可以绿住，我们绿光珠出来。刚才版面是三小，没办法转。杰克让你明白，三小，我一个问号。哎、欸，啊，是光珠他们差几个？哎、欸，
我们下五颗光好了。我五选一有秦皇哦，其实秦皇要玩的话，你的牛棚要够大哎、欸。说真的，牛棚不够大，玩不太起来。所以有时候抽到秦皇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，你要看看你的背包够不够油。没有其他的副业吗？没有啊，搞神魔就够累了，其他副业真的会爆炸。是这样啦，我个人是这样。哎，我感觉好像可以炸一下这版面。我铁扇抽到第三只了，哇！刚刚好像不是有个观众抽到第三只，还是你是同一个观众？我是个伪娘，但也有不同不是同性恋的喜欢我啊，哦、是这样没错。其实人类很复杂的，我感觉不是说二分法就可以直接分。哎，你是同性恋，你不是同性恋，没有那感觉，那有点太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我铁扇他妈一只都没有，哇，那就等明年啦。明天过年再聊。直接手转二十三，舒服。变哲学台、嗯。所以我觉得最幸运的人，反而是你搞清楚你要你的那个对自己最自己比较。处得来然后舒服的那个环境，这件事情就是跟兴趣一样啊。你的兴趣是什么，你要探索之后才知道吧，对吧？那跟性向是我感觉同个逻辑啊。你得花时间去了解你要什么。哦，叠珠漂亮。是不是数理的料？我高中数学顶标，然后可是我是文组的，然后我国文也是顶标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历史也是顶标，OK 啦，还行啦。就是个学霸而已，没什么。自己讲，你手不是顶标英文啊？我英文超烂的，我英文只考考及格而已，五十几分吧，我记得59还是多啊？就英文最烂，其他都还不错啊，数学也都顶标啊。然后我是我学校那个高中啊榜首毕业的，结果跑来开实况啊，可怜啊，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怜啊，蛮好的，蛮好赚的，好赚就是王道啊，挺好的，赚烂了，对啊，好赚啊，好赚一起赚。高中是校草吗？没有特别争那个。我感觉校不校草的都蛮个人意志的，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嘛。但我是觉得自己蛮帅的，这个倒是实话。自己讲。感谢 NEMESIS 港币斯开头内，看起来不会读英文，对你答对了。英文真的是烂，哎呦！可是我国文也是顶标哎，就是英文烂而已。英文是真不会、啊，
白天跟别人玩，晚上偷读书的。哎，基本上我那个卡住了，我靠腰这个洗一下技能好了。我高一高二都吊车尾的，然后那个都倒数的，然后高三读一年就绑手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然后我高一高二都在玩，都在玩游戏，我都在玩那个风之谷啊，好玩。然后读一年书就上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隐藏实力也不是哎，就刚好在玩啊，刚好都在玩啊。我时间都花在玩游戏上。好，这里的话不要消，先不要消木珠。哎，好玩，好玩，一直玩。数字盾，我觉得现在还好嘞。现在我算是已经熟悉数字盾了吧？刚才那个23盾，手敲23盾没有转得很烂吧？不是直接手转就可以解了吗？我觉得数字盾这种东西要熟悉耶，反而不是跟啥数学没关系的。那个，其实我觉得数字盾比较。考你的是记忆图像，哎，你要记指定的版面，你才有办法理解你要干嘛。我感觉是这样，哎，它跟那个没什么关系，跟数学没什么关系，我感觉。红之呼吸，什么红之呼吸？公山小。好，这边就留3颗木珠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可以拉角色珠吗？不要想这种事，有3颗，干完了，怎么办？这颗安诺，这颗怎么办？救我！这怎么办？啊！40000，这回不回来？怎么可以回血？为什么回复颠倒可以回血？我不懂为什么可以回，是哪里有问题吗？内建红高说加合作吗？没有好说的啊，购物弹珠吧，现在知道的就购物弹珠吧。哪里回啊？什么东西回啊？哇，吹龙科的能力是什么？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开绿谷二技也可以过的意思吗？是这样吗？我先搞懵了，先炸看看。这次可以消整版啊，我感觉可以啊。哦，会先回血再升一滴哦，理解理解。这边我们是自己打了哦，我感觉可以哈。先排个猪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消整本。哇，整本强化猪压力好大。请问这怎么消整本啊？很可以耶，别死！不要，还降啊？没事。哇，吹技能是什么？那我刚刚突击44000哎！太鬼了吧！这什么东西？真的假的？好狂哦！好吓啊！哇，吹那到底是什么？认真问，我完全忘记他那个技能了。怎么那么夸张啊？无情回血，
刚刚怎么眼前一片黑？没有黑啊，过了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其实是算我蠢啊，因为我刚才那个其实可以一会儿过的，所以在那一关，我跟你讲，该手敲整板你就木珠或新珠起手都可以。开挖吹之后，千万不要奇怪的珠子起手，这样就能过了。红姨33块等等，谢谢你，不知不觉就过了。哦，消四颗星哦，哦，那我理解了，谢谢你，这不就过了吗？是吧？哎、欸，大哥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哦，江江江，早上好，红哥，早上了吗？早上好，好啊，轻松啊，轻松啊，没失误更轻松，有失误也能过，舒服。红哥算是我的神魔老师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哎呀。可以啊，全合作也是过了哈。